前到澳门参加腾讯音乐娱乐盛典，压轴出场，一连表演了九首歌。虽然他坦诚太久没表演，有种回到新人紧张的感觉，但完全不影响他的超强实力，完美结束表演，获得全场大赞。有粉丝就上传表演完整影片，许多网友看了纷纷大赞：40岁了还能唱跳半个小时，真的好佩服蔡依林。现场表演真的表现超级好，而且全场几乎都是尖叫声不断。蔡依林不管是唱跳实力还是经历背景，完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最佳典范，都唱成演唱会水准了。老娘就是不一样，天后不是叫假的，让众人都赞叹不一样。Bye.